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通过野外科学考察，在中国古建筑领域成就非凡。然而，对民族的希望和信心，是流亡中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过战争岁月的内在力量。1945年3月，抗战胜利前夕，梁思成暂时放下他为之努力和骄傲的古建筑研究，开始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1946年，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成立，梁思成任系主任。梁思成说，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和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本质的是，他应当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1946年10月，梁思成赴美考察讲学。赴美期间，梁思成在耶鲁大学的讲台上向世界学术界报告了中国木构建筑的特点和外观演变轨迹。他讲到了独乐寺、佛光寺、应县木塔、北京的故宫天坛等。他的报告引起了巨大轰动，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梁思成名誉文学博士。赞词写道，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者，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一年后，梁思成回国，他带着建筑教育和城市规划的新思想回到了清华大学。他在建筑系中设立了建筑组和市政规划组，将城市设计首次引入中国。后来又先后成立了园林组、工艺美术组、清华文物馆等，拓展建筑学的外延。他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介绍体型环境的概念，他把人造环境看成一个系统，认为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件工艺品，都是体型环境的一部分，一切构成体型环境的要素，建筑师都应该去关心。梁思成提出的体型环境设计教学体系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西方一般的建筑教育直到60年代才树立起环境设计的观念。梁思成在建筑教学中还引入了人文和社会学科，他在清华的演讲中呼吁中国教育要理工和人文结合。他说，只懂得工程而缺少人文修养的人只能算半个人，他反对这半个人的世界。在建筑系的教学计划中，梁思成设置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市政概论的课程。在他看来，建筑师应当是日常生活中最敏感的人，建筑师所见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东西比一般人多而深，因此也比一般人多一层美的享受。梁思成以整体的历史的眼光摆脱了建筑教育走向纯技术和纯艺术的偏颇。然而相较于教书，梁思成似乎更喜欢做研究。他说，古建筑是个宝，越往后越能体会它的珍贵。我们这一代对祖先和子孙都负有保护文物建筑之本身及其环境的责任，不容躲避。而他确实也倾其一生用心用力地去一个个地保护古建筑。